子猜一下，猴子是谁呀？这个这个猴子，猴子谁？你们从这个脚，然后从这个看不到路的情况。而且猴子很高哎。对呀，好高哦。你猜得到是哪一个猴子吗？大熊孩子。我烧个香问一下神明，这样怎么猜得到了？洋洋哥哥嘞，这到底是谁？这猴子好像很有钱，他戴金项链。对，他有戴金项链。你们看，而且他有金项链，他有个印子，有个印子，他有个印子，哪里有看？印子是什么？印子这里吗？哦，有啊，你看有印子。我要你的手！也太辛苦了吧！我满身大汗，我真的快要笑死。王阳明先生他怎么会这样子？而且他快热昏了，然后我才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哎，赶快，让他把衣服脱下来。”天哪，你们都不知道是他吗？完全不知道，就是哇。就是那时候，其实听声音的时候，有种觉得好像很熟悉，就觉得哎，这个是那个谁那个谁的那种感觉。我超惊讶的，因为其实桑尼哥是我的偶像，一直都是我的偶像。欢迎王阳明哥哥。嗨。因为小朋友很多是第一次看到你，对，然后跟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嘛，因为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紧张。嗨，我叫 Sunny， 我的中文名字叫王阳明。那我们要怎么叫你以后？你可以叫我 Sunny， 叫 Sunny 就好。你们知道什么是 Sunny 吗？太阳。Sunny Day。对 ，Sunny Day，Sunny Day。Yeah. 那我们以后可以叫你 Sunny 哥哥吗？可以啊，他叫快乐死哥哥吧。对。那我 Sunny 哥哥。那我们试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一二三说 ，Sunny 哥哥好。小朋友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米菲，我今年5岁。你什么？我喜欢滑板。他可以表演给你看。真的、哦？你真的会？他会，很多技巧都会。哇哦，我想看。太厉害，每次都很帅，超帅的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吧？他们都很强吧？啊，你才5岁，他是5岁的米菲，旁边的。